啊，这个图是画什么地方啊？绿岛，有金吗？这条歌你有听过啦？刚刚有听过呢。我跟你讲，迄阵啊，请假抓面条的，对八岁吼，甲八十八岁，无人袂晓饲。啊，你看到这间白装吼，5000万，我想用现金买。迄个厝主欠要扣钱第时，伊甲我讲要拍折，我甲讲唔免，我钱太济咧。 哦，金手皮，迄个时代唱歌袂歹赚哦。你敢知影迄阵啊，我唱一条歌，会当赚偌济？100万人民币。到底呢？报你趁钱，我这包吼，我做顺义面。伫东南亚遐吼，开始咧量产，啊，即马要增资啦，一个1100万，欢迎你10个，佮甲你拍八折。 唔讲吼，你也随开票好无？开票，哦，别当别当，先来做，先来做。这稳赚的呢。你赚多少？你赚多少？不啦不啦不。阿伯安尼啦，你要50万无？谢你哦，谢你，谢你哦。阿伯安尼啦，你有20万无？就我20万对吧？拜托个啦。阿伯10万，10。 大明星，啊，遗传好未？你钱若无行啊，我唔知影保禄哥是要你卡你的手。我即马真正无钱啊！你无钱，手伸出来。要算啥？换一支手啦，2支手啦。 真笑呀！别得摆哦。 主票投钱，你知道吧？看，越来越没人拍了，这点钱会死哦。小雨，拍谁？下个月薪水可能发不出来，抓这礼拜没关系。不要讲什么屁话，好不好？ 那我是为了钱，还是难吃要死，干脆命留在这吗？我是为了挺你的。挺不住了，工厂要倒了，房子也被法拍，我不欠摩托的钱，我真的很怕。怕什么？来就跟他们拼命啊！我不是怕他们，我怕连累你们。我是这样教你的吗？娜姐。娜姐。 小心呢，啊，再这里了。你呀，你的亏嘞，啊？记得吗？我第一次在西门町发掘你的时候，我问你说：“帅哥，姐带你进演艺圈，帮你出专辑，把你捧红，你敢不敢？”哇，他拿着我的名片看着我说：“敢啊！” 惊他笑，好了，娜姐，你先去你休困啦。阿姨啊，拜托你，好好的唱一场演唱会，最好是在小巨蛋。娜姐希望在死之前能够现场听你唱歌给我听。娜姐，你的病会好，不要再讲什么死不死的了。哎呀，娜。 你莫别讲啦，而且我即马无钱啊，我
我要拿什么开演唱会？我是这样教你的吗？你是金唱片的歌王哎，你的杀气呢？这一张藏宝图哦。对，你怎么有这个？娜姐刚入行的时候交过一个男朋友，黑社会老大，熊哥人很好，很疼我。他的身材超好的，体力更好，一天会当三次。讲重点，这就是重点。熊哥之前有去绿岛进修一阵子，后来他跑路的时候就把这个交给我了，做当安家费。啊，这个图是画什么地方啊？绿岛，有金吗？